巴旦岛第班区海神妈祖庙神像由来。当天阳光明媚，朝气蓬勃，巴旦岛第班区芝普塔住宅区项目工地上，施工人员一如既往地开展工作。当天2014年12月某日，似乎再平凡不过，但天上却飞来一只奇异白鸟，洁白无瑕，一直盘旋在工地东部。此处正在挖掘土地，以做公共卫生蓄水设施。白鸟不断拍打着翅膀，引人注目。随后它缓缓下降，并栖息在刚挖好的泥堆上。此情此景，监工林志胜尽收眼底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走进白鸟栖息处，居然发现土堆里有尊神像。此尊神像有些破损，估计埋在土里已有漫长岁月，不下百年。经仔细辨认，此尊为海神妈祖神像，威仪不减，令人感到慈善祥和，肃然起敬。妈祖为全球华族崇敬之护海神明，海洋女神，又称为天上圣母，原名林默娘，福建省莆田湄洲岛人，生于公元960年农历3月23日，北宋太祖年间。林志胜及友人深信，发现神像并非偶然，必有奇缘。秉着对妈祖娘娘的崇敬，他们在发现神像的地点搭建一座小庙，供奉妈祖，朝暮献香。此事迅速传开，吸引众人前来祭拜。不久后，神像被供请到中国，修复原形，回到巴旦岛后，就供奉于第班区芝普塔海神庙。寺庙由巴旦岛海神妈祖基金会管理，